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音乐包下载地址，音乐文件如何解压以及如何拷贝到车载 U 盘的方法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如何下载啊。我们在找的这个音乐包下载地址，然后在浏览器中输入音乐包点 pop，然后就会看到这些个音乐包的文件了，然后我们随便点一个下载就可以了。下载完之后啊，就是。我现在这个样子，然后是压缩包的，然后我们右键选择解压，选择这个，解压完之后啊，就会出现音乐文件了。那么如何拷贝到呢？拷贝到 U 盘呢？我们全选，然后右键发送到U 盘就可以复制到 U 盘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好，教程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